来吧。你主歌在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物件啦？难听啊！那也歹听啊！你的歌才歹听诶，讲什么我的歌歹听啊？听不懂啦！我跟你讲，我也跟你讲，所谓的主歌，就像上游一样，你水质没有处理好，留下来一堆淤泥，就每天都要打扫的啦。啊，是要打扫什么物件啦？讲什么我的歌歹听，你的歌才歹听咧？听不懂啦！我跟你讲，讲啥？我跟你讲，是要讲啥啦？我也跟你讲，到底要讲啥啦？主歌我来写，不可能，听不懂啦！主歌我来写，我跟你讲，这首歌我要写主歌的时阵，我有给你的大头目郑杰，我有六钱呢，对不？对啊。啊！你是啥人？你二头目娘诶、欸！红头目啦！来，我跟你讲，来，过来，你也过来，来看，这是你的所在，这是我的所在，这是你的所在，这是我的所在。现在你跟我讲，这个、你要提掉，不可能啦！听不懂啦！打电话给杜仔，评评理。喂，杜仔哦，我跟你讲啦，下礼拜这个时候你来听我们的主歌，看谁写的比较好。啊，对，哎、啊，我跟你讲哦，阿信你要过来还是我们过去啊？哦，你要过来哦，好好好，啊，我们过去哈。OK， 哈，啊，那个，哎、欸，不要跑哦，哈、哦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哦哦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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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、哦，拜拜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什么不拉什么克勒克勒什么什么什么序。现在就找杜仔来讲啊，行，你跟我来，行，你嘛来。我跟你讲啊，杜仔一定会选我的歌的啦。听不懂啦，我的主歌吼一定是我写的啦。吼、哦，听不懂啦。对啊，我哪只只会当写这个歌的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是我哥。